这片安慕希的时候，第一眼看上去是什么感觉？哇，这个挺有非常有心的设计，它就是按一下亮一下，感觉挺神奇的。这个酸奶跟以前什么不一样？是加了一个灯光幻影效果。你会拿它做什么？我会拿它喝呀，还能做什么？还能做什么？安慕希的瓶身除了能亮起来之外，未来还有其他功能，你希望是什么？可以当手电筒，或者是加一个充电宝。嗯，对了，听说七夕那天在青岛安慕希还有打卡店，要不要来个非正式邀请？好，那么希望大家呢能够到安慕希主题打卡店，获得你独一无二的专属安慕希限量礼盒。七夕见。